19岁，好不容易逃出了考试的苦海，怎么工作了？还要考试啊？哎，这两只嘢成日走去银行搞咩啦？这很难呀，对吧？那我们怎么办呀？这还不好办吗？大姐，这次可是你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了。我说这两天你们俩怎么总拍我马屁呢？原来是目的明确啊。放心，我这次无私奉献了。大姐，你真够意思。不要说话啊，防护团。快收群讲啊。有神奇教练之称的米露天奴域，原来5岁就开始学国际象棋，在刚刚举行的中国电视体育奖颁奖典礼同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朱晨先至第一次见面，第二日朝早就约好下午捉棋。深水清的记者发觉习惯迟到的米露今次好准时，还带埋私家棋。一向性急的米露要求捉快棋，行每一步不可以想超过3分钟。至少获奖无数的朱晨起初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但朱晨逐渐控制局面，做事不喜欢按常规的米露唯有使出这一招赖猫。米露最后和一盘输4盘，他形容两个人第一次交手好像巴西队对中国队。不过朱晨都谦虚地说米露气势逼人，其实他挺厉害的，第一盘棋我还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差点被打下，看时机不对赶紧就集合了。Pero para mí yo juego mucho ajedrez simplemente porque para que mi cerebro trabaja。面对朱晨一脸沧桑的米露都自信，传递生命的温暖，感动的沟通不再有任何界限，就在汗水泪水拥抱的时刻，光荣被放大成快乐无限。当所有期待全都如约而至，让每次攀登考验我们的勇气，失败和遗憾都离我们心与心之间。
年度中国电视体育奖的专业奖评选，由全国各地200家新闻媒体的300名资深体育记者组成专业评委会，之后由50人专家评委会对被提名入围者进行投票，每个奖项得票最多者方为该奖项唯一的当选者。本届电视体育奖共聘请了81位专家评委，他们中包括有长期从事体育运动管理的官员，曾经为国争金夺银的老运动员、教练员，终身从事体育教育事业的老教授，以及来自媒体的著名体育新闻工作者，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济济一堂。2002年12月18日，初评工作正式启动。300位新闻界评委从2002年在国际赛场中取得卓越成绩的一棒，圆梦盐湖城，杨洋用44秒实现了中国冰雪人对冬奥会金牌22年的渴望，独步釜山港，150枚金牌和13项世界纪录，再次证明中国体育在亚洲的地位至高无上。百花争艳，百舸争流，2002年中华健儿扬威五洲。2002年体操队世锦赛、世界杯屡创佳绩，跳水队横扫金牌如卷席，军事武相队汗水铸就8连冠奇迹，游泳队击败日本再上层楼，射击队世界杯演绎英雄本色，亚运会打遍南巡敌手。2002年女子国象队奥赛3连冠，独领风骚，女子羽毛球队尤伯杯再次蝉联，所向披靡。女子篮球队亚运会重登后座，世锦赛涌进6强，女区姑娘。2002年 NBA 不再高傲，中国状元姚明引动球市热潮。2002年闪电不再孤独，飞车女侠姜永华、李娜，田径新秀刘翔创造了中国速度的神话。2002年中国体育青春焕发，少年绅士丁俊晖，亚青赛、世青赛、亚运会3度爆铁，佩剑女侠谭雪杀出重围，填写了中国击剑没有世锦赛冠军的空白。2002年中国残疾人运动员以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形象赢得了世界的尊重。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国体育与时俱进，走向了更加辉煌的未来。2002年中国人用坚实的脚步迈向2008，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出台，国人将用努力的工作迎接。一起来吧，一起来吧，一起来吧，一起来吧。